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你们分享一个特别高级的首饰哦，而且呢是百搭不出错的。我最近呢在网上呢看到了这款呢是做活动的话都要2000一左右呢。然后呢我就在网上找了很久，找了这一款平替款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不快过年了嘛，所以我就想着给大家找一些比较好看又精致的首饰。这一款呢是平衡木系列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上面呢是真的一个淡水珍珠啊，旁边镶了一颗小钻的，真的非常闪，很 bling bling 的感觉。而且呢它这款的设计我真的是很爱耶，这款款式呢我真的是一眼就爱上它了，我觉得它是搭了个几年都不容易淘汰。这款款式呢确实非常好看，随便搭配什么衣服呢都不容易出错，可以说是个万能百搭款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金色的链条啊，是可以调节的，扣头呢是这种弹簧扣的，也很方便穿脱，有调节孔的，可以随意调节。我买的呢是一款套装啊，然后它有单独的耳钉脉，还有这个项链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。它上面拼接呢是个 O 字链的，然后下面这个珍珠呢是个淡水珍珠。这款珍珠呢真的非常好看，它是这种扁平而且又圆润的，看上去呢就非常显质感。这颗珍珠的色彩呢也是带一点那种炫彩色的，就非常高级，而且又很时尚，又很温婉的那种感觉。如果经常戴首饰的姐妹们可能会理解到我说的这一点。它实物呢比图片好看太多了，它旁边镶了一颗小钻石的，这颗钻呢也非常闪啊。这款项链的设计呢是非常时尚的，非常适合我们新年的时候呢去穿戴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一点都不显廉价感的。现在呢把它戴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我已经戴上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从远看呢也是非常好看的，很吸睛。另外呢它的款式真的很时尚哎，戴上脖子的话呢也很显脖子长啊。这一款它是可以调节的，今天搭配的这个白色雪纺衫呢一套穿戴呢也是非常搭的，衣服穿得再好呢配饰也非常重要的。这款珍珠项链呢它是一个百搭款式，无论搭配任何衣服风格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离近点看一下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细看呢也是非常好看的，如果是近距离的话呢它也是非常显质感的，完全没有廉价感。这款项链呢是金色的款式，所以呢就非常显得高级，而且又很有钱的那种感觉，远看也是非常好看的。我们看一下它这款配套的一个耳钉，这款耳钉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款耳环呢和项链呢是同款的，然后它是一个套装系列，也可以说单独来买项链，也可以耳钉和项链呢成套来买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，但是我更推荐大家入这一套，因为它这一套搭配上呢是很绝的。接下来呢我们把这对耳钉也戴上。好，我已经戴上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耳环呢戴上去真的非常好看，单独戴的话呢也是非常吸睛的啊，很百搭的一款耳钉，而且呢这成套来戴也太好看了吧，真的我堪称为绝美。这款项链套装呢我真的很推荐给大家，它戴上去呢是一点没有廉价感的，我更推荐大家这样一套入，一套入真的太好看了，而且呢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呢去穿戴也是非常显温婉又温柔的感觉。另外呢它这种金色和淡水珍珠相结合呢搭配起来呢就非常显贵气了。春节过后一个星期呢就是情人节了，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还没想到什么礼物送人的话，我觉得这款礼物套装呢是非常适合大家去送礼的，它也是送礼的不二选择啊，完全没有一点点廉价感，刚好呢也是做活动的价格，千万不要错过咯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